啊，谢谢啊，包含教会啊，有管宣队每一年到我们这边辛苦您了啊。那看到他们在队伍上还有一些一些这个感觉上，想到他们当天要去泰北宣教时候，有很多形象，然后在那边要吃什么，睡得好，可以睡吗？还有那边那个车坐车啊，那个会不会坐啊？凭着信心出发以后啊，真的是他们回来啊，他们得到很多很多的收获啊，在里面收获吧、啊。这个是他们凭着信心勇敢的啊、因为这里的摊很大啊，他呼召这些年轻人的时候，他们也那些反应啊，虽然他们凭信心踏出去，他们就会收获啊，上帝就赐福他们啊。今天我要看的立位啊，立位，他立位是一个受税的，立位是一个受税的，受税的立位。那么他在我们知道说，当时是在犹太国，犹太国是以前犹太国是被那个希腊统治了164年啊，那么又被那个哈斯摩尼啊统治了103年，后来在主前63年啊。那个时候是个西里大帝啊，在统治，是这个罗马管理这个犹太人的时候。那当时呢，一个人要犹太人要在那个地方要找一份好工作，非常贵的。那我看这个立位呢，他当时要做一个税吏受税，我看来他的工作收入绝对不错啊，也是个好工作啊。虽然是有一些犹太人看这个是一个税的工作，但是很多犹太人也是行之不得的，想要做个税吏啊，好像撒哈呀啊，因为收税人就是有好的收入啊，不是有钱的啊，又有钱啊，还有那那个国家被别人统治的那种感受是好受的，好受啊。像我们来到泰国，我是泰国公民，当然我们要申请到泰。你看我的父母呢，在泰国40年才拿到公民啊，40不行的。那感谢主，我真的是那恩惠不晓得，真的是得到恩典。我来到泰国第3年拿到公民，奇不奇怪啊？奇妙不奇怪，知道吗？上帝够的。我去哪申请公民的时候啊，去到那个县政府的时候啊，他们要考试，我泰国话会讲，我的身份是一个少数民族，我。你不可以讲华语，你是华语，你一个大中国台湾摆在这边，他们让你要用语。我说我是那个阿汉族，那么他做事那天，他们那个县政府人在考试，考我，问我会不会这个阿汉族的话，是不是自己的阿汉族啊？阿汉我的面貌不太像阿汉，阿汉的话可能会皮肤比较粗糙一点，但我还比他好。那就考我的时候呢，就一个阿汉弟兄来跟我讲话，讲了很多时候呢，考我应该没有考我，好吧，回过去。好了，就得到公民，这时间是快的。那个阿汉怎么不认识他啊？我是在考试来给我讲阿汉，叫了很多，我现在点头，我听不懂，我在点头点头。好了。你要做政府工作，除非你一定要是公民才可以做。像我泰国也是
地理上它是很有利的，很有利啊，很有利。你要比如说去这个罗马建筑啊，做工是很有利的啊。要知道你，你看那个修复展，告诉这个我说，我花了很多心血，我买到罗马的名言，罗马和我说我是生下来就是，你要在。第三点就是你要在国家里面，能够有一些功劳，去这做很多功劳组成的才会要用。所以我看见这个定位他，他是花很多功夫才会做到这个税率啊，税率收税的啊。那么一方面，定位他是一个做工认真的人。你看耶稣过那个地方之后，他是在那个在这竹子上做的那个收税收税吧，那收税。你看好多工作我们都愿意放弃，对不对？如果是你好多工作你三天请假两天请假，老板把你解雇掉，不让你工作，对不对？因为是很勤奋啊，很努力，那就受税啊，愿意在坐在税关上啊，那么就他也可以赚到很多钱，好的钱也收了，也多收人家的钱也收了啊，就收了很多钱啊，就在那边不愿意拿那个很努力。那么另外一样叫做因为是一个友情啊，税率应该是做税率。你看那个撒该，他告诉耶稣说：“我花他十倍，我要还他四倍。你花他可能是钱，怎么有那么多钱去还他人家四倍？就是对他薪水不高，花他也要还人家四倍啊。”那我看这个事例呢，他这个因为呢是一个他是一个有钱，他是可以做很多事情，对不对？我想去外国也去，你看呢是。我来这边才可以睡到五星级的大楼啊！我在太原那里，我这一生没有睡过五星级的大楼。我来到这边才睡到五星级的大楼，谁的恩典啊？谁的恩典啊？有钱人可以睡到的，真是才知道我们这边不快乐啊！哎，谢谢你们安排这么好啊，来这边享受啊！那但是呢，这立位他有一些问题啊，他是一个问题啊，欺负同胞啊。因为有欺负同胞，就说自己的有害人，人家说就说不出害，他说你是白害，多收你的税，多收税，欺负同胞啊，这是他的罪，他的罪。另外一点就是说他那个当事人看他不是罪人啊，因为那个在有当事人看他是罪人啊，你看那有害人那个法利赛人说罪人，讨厌罪人，讨厌那个人把他的罪。把他们肮脏污秽所以你看，好像好几个罪，好几道罪，特别是势力方面讨厌，像撒该一样，要是看耶稣，很多人把他拦住，都看不到，他讨厌他所以地位人家把他们罪，那是圣经说，法利赛人是就对耶稣的门徒说，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同吃喝呢？那些法利赛人是一个骂，就说为什么耶稣啊，你们这些都跟那些罪人在一起吃喝呢？那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因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空虚心里空虚我们又有上帝又有钱，真是好得得了。但是如果是我有钱没有上帝，是都空虚，知道吗？但是没有钱有上帝也是败的，也败的。但你有钱也有上帝，那是好非常好，没比这再好的了。感谢上帝。那因为他是一个虚空的，他的空心，他的心中是一个空洞的所以他虽然是有钱，他心里面不平安，他在那边是一个痛苦的。当耶稣路过那里的时候呢，耶稣找他，他就跟耶稣来。那么耶稣就呼召他。刚才我们才说我自己本身，上帝要用我我是个罪人。但是因为他是个罪人，上帝要用他吗？上帝不愿意用一个罪人呢？上帝要为什么呼召一个罪人来跟随他呢？耶稣说：“我来不是要杀义人，是要杀罪人。”那么。
变成好的再施工，变成一个大地一样没有缺点再施工，没有，我们施工的时候开始施工，慢慢慢就变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声音越来越丰盛，声音越来越接近圣洁，跟别人越来越跟别人神跟别人啊一些事情，跟那些罪人在一起，我们也犯罪，我们在跟那些举群不洁人在一起讲是粗话脏话，当时候是因为我们就开始变成圣洁。那么另一位人上帝呼召他，他是罪人啊，那么上帝会用他吗？是要用他吗？